好，是谁来照顾我家两个宝宝？我就很担心，很担心他们。因为这边安静，我也没有什么亲戚，我家里人都跑到医院来隔离了。疾控中心的蔡主任早上5点多钟还给我发信息说已经。想着因为我孩子毕竟才2岁嘛，搞孩子应该还可以吧，我想着我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毕竟我们是陌生的面孔嘛，再加上穿着这个防护服，然后就是哭闹，整个一晚上从进来到一天只休息了3个小时。干了也是，然后呢心里还是气喘不过来，再个特别的容，精力上呢还有那个各方面是不如年轻人，但是我还是想着来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。每天看我家宝宝视频，我家宝宝两个宝宝被他们照顾的真的是无微不至的，我一直也没办法看到他们防护服下面的真正的面目，我就说等这次疫情结束了，我一定挨个挨个的去拜访。大家在一起，6个人在一起，大家共同努力，齐心协力，把孩子照顾好。然后呢，也希望你们家人早点康复。